你无资格讲这款糟蹋人的话啦！哼，奇怪，玲啊，之前我哪有无听你咧学了？你这后生罗家峰，喜欢你啊，又喜欢你啊，将才啊！我记小雨对你比罗家的时阵啊，你怎么想想要甲规个江山拢总送乎伊啊呢？啊！伊当初你若无想着讲你有这个将才，佮优秀的后生罗家峰，哦，即马惊食老，无我无去，所以开始想要巴结你的后生来换三顿。你这个笨手你！你免你这个假好衰啊啦！你故意咧唬人，根本就是借机会要糟蹋人。你的步数，我伫拍卖会吼已经经验过啊，伤假啊啦！讲会较注意，阮某是人水阁善良，卖你这样子好歹。别人对你好，你嘛当然好，不过恁爱做家己。等等，我讲太太是你贵啊。就等你的庆功宴了。哎，原来是因为满当你的支援才有庆功宴。放心嘛，找一个适当的时机和地点嘛，我会亲身邀请你也到来的。客气啊，我先来。罗在英，那会感觉有淡薄可怜。我应该有伫个进来面头前落开。我拄则到底想怎？总做讲看罗在英，抑阁老富美，伊两个阿婆无顺眼，想要趁机会把这两只落水界的人嘛是你。我嘛是因为安尼才会出手对付永兴集团。啊！不过你拄则竟然对罗在兴冷心啊！我你即摆是安怎？你是看到伊七三六皮啊，都对伊起了同情心是？我有可能同情伊啦，我阁感觉伊两个无够凄惨嘞。我拄则会去扶伊，迄是因为迄本能的反应啊！你莫有白想好无啦？你若是唔肯听话。我绝对袂放你耍。好啦，啊无你就当作恁翁想要紧你啊，唔只会甲错当车倒。想叫我的水某，水敢若一朵花嘞，我当然嘛爱给我们一寡心思才用的啊。喂。阿叔对，咱来讲。等下，恁今晚呢就要走？我忍受不了四十年呢，恁无买落来，到时老嘞。无你想要安怎？进前你个小雨连续把我冲空啊，害我黑起头骨，爱化刀，结果我的扛棒就安尼拆落来。今晚得我恁。就讲恁来感受一下，当时我是什么款的感觉？再来看戏啦，恁若无去哦，会后悔哦。哎，免什么啦，伊一个人变无脸啦。我看伊要变啥梦？在兴，在兴，啊！你那讲够醒我死！
恭喜你，你总算完成恢复陈家公营的大业了。要差一步。这块破扛棒，给我拆来。是。邓天喜，你不准这样！你不准这样走！你若是跳永信集团的扛棒，我就跟你拼命！卖弄回馈了，阿麦是要对迄个大伟家救了。你这么一个，你敢知我现在公司的合作黑市，乌旗、乌灵旗啊！这边乌灵旗是我对地藏菩萨遐，我万无事了，别急。我手提佛手的乌灵旗，就算神明来，嘛无在条动我。这是啥？这是咱两人的宿命。这就是定数，陈中信，我从来不做出你罗对不起你的代志咧，是要怎你无要留一条活路我行？哈哈哈！人伫咧讲，路起始吃袂久，只要是路在命，若是敢欺骗主人，甚至爬去主人的头壳顶，就算你记得什么物件，嘛袂孤单。因为那原本就不是应该要得到的，你现在若要怪，刚才能怪已经做鬼的老爸罗宾完，就是因为他陷害设计我们爸爸，他想说会用把陈家的良媒风水宝地刷给你们罗家，我现在就是要证明新罗就该当是新罗命，这是注定好的。什么款的感觉？秘书啊，要行去天堂呢，规个人啊，爽快，
尤其我这个卡，虽然破出去，但是我感觉就好像特别好玩呢。破空板搬倒去找你，放倒在门口，有人打来打去。美女，美女，走走，美女，听我讲，我没跟你，我没跟你，我没跟你，这就是怎样？北齐集团的看板。挂起，是是是。看到无？卢在兴，伊跟我打伫我的脚底啊！我替咱陈家报仇啊！哈哈哈哈哈哈！这才是真正命运由我。不由天啊！林小姐，我已经对你的能力做过评估，也过调查。我跟阮爸拢非常欣赏你专业的能力，唔知影你敢有这个意愿，接受阮的邀请，你来担任我的副手，变成黑心集团的一份子。麦少雄，我哪有可能替恁这种歹人做代志？你好啦，麦着急。你让林小姐一块时间好好考虑一下。刚刚怎么讲？未来的只要去孤孤单单的。英啊，现在带你要看戏已经搬煞，下回我要来转啊。你若较早休困，明仔载啊，较早来把物件看看。陈同志。要，一定是迄个予我尊敬、予我骄傲的迄个高中爸爸。爸爸，爸爸，哎，这咱全家伙啊，一同团结做伙。相信，咱无法度翻身。嗯，三年一轮后摆叫人，我拢真有耐心诶，阮会等你看，到时阵你是安怎办？摇摆无落屁股了。